DIY 水杨酸温和去角质液，适合敏感性肌肤，利用 pH 中和后水杨酸提供更温和的去角质作用。原理依据这些水杨酸相关研究，可另参此影片。配方组成与思路：水杨酸提供去角质作用，并调整 pH 值接近中性，降低刺激度，有利敏感性肌肤使用。搭配积雪草萃取，帮助舒缓修护肌肤。调配 A 项，调配 B 酱，调配 C 酱。将 C 加入 B 项，将 B、C 项加入 A 项，之后通填入瓶器即完成。如果喜欢本影片，请帮忙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加铃铛，不漏失最新影片。